点的。到了固定点，你就按下。出地的时候，他自己会打开，你就不用管。那现在轮椅就可以上来了。刹车要怎样？轮椅上来之后，要把你的刹车给变成。我们就按上就好了。测试有没有很像那个机器人？对，像哦，厉害哦。到这里为止。他说这个可以承载350公斤的。好，接下来的那个。你还可以退货。那慢慢，懂怎么要定啊？慢慢来，示范得了。一样刹车都要刹，到定位都刹车要刹住，然后对。教官。旋转钮，你要把它旋转起来。对，右耳呢？哎，哎，右耳。它的轮椅还要不要再刹车？掉了。